打たれたじゃん。倒す。骑着电动车，骑着骑自行车上班的人，和穿越不去的汽车。这也是环保警察。理发企业，老社区。帮你还在干，
票。Thank you.
这什么病？这些，这什么病？不拆药，怎么修缮呢？磨砂，磨砂，磨砂，一文呢？二十块钱的一个。放个拉链多少钱？放个拉链，嗯，那看什么拉链呢？有裤子这样的价钱吗？啊？七十八。七十八块。对了，我就没搞丢了过呀。看看怎么吃，看看都是大几的上班的。七十块钱呢？反正他挑六十块钱。本地豌豆10元三斤，本地蚕豆10元五斤，好便宜啊！可以的。现在上那个新闻了噻，来吃了吗？那玩意儿都。哎，不要钱了吗？刚就刚不是七五的，那就把钱涨了去弄了，是不是？你拿来吗？八八好不好？人六个。走高就修了，现在门口没得地方。休息一下。
10块钱八个。八个。好便宜，没有再便宜，只有更便宜，什么都没得便宜了，嗯。卖菜的，卖吃的生意还可以，这是人的基本需求，要不然就得饿死。城中村。破旧的小区，但是这地方还是武汉是人烟最稠密的地方。们在这里理菜，下班了说闲话，理菜。很少看到年轻人。给你画一个吧，画的晚，画的晚了，不化妆的。画的晚有他嘞。还有还有，过。怎么样？好多人打麻将，好多人，好多人打麻将，好多人打麻将，好多人打麻将啊，好多人打麻将啊，好多人打麻将啊。七三二，好多人打麻将。幼儿园放学了。
几个鬼，鬼，都鬼，都鬼，鬼，几个鬼，几个鬼，鬼，鬼。